打招呼先来。嗨。OK， 去 room three。你看弟弟几淡定，弟弟先去，弟弟不怕，弟弟很勇敢，不用怕的狗狗，狗狗的人。OK， 你可以一起进去看那狗狗。OK， 转过去，凉凉的，舒服的是吗？舒服吗？你的脚坐好来呀，你的脚脚坐好来，看妈咪，看我，看我，你不要看那边，看我。不怕的，是不是一点点痛罢了？好了哦。啊，有吗？有很痛吗？有没有非常痛？很凉的，有痛痛吗？啊，那你要讲什么？那你去看我，你不要看他啊。很快的，一点点罢了的。是不是狗弟弟有很痛吗？没有了哈，没有很痛的了哈，一点点痛罢了哦。忍住，宝宝看我，宝宝看我，哎，那你要你，你看我，不要喊，不要喊，看我啊，看我，一点点罢了。OK， 好了哦，好了，OK， 呀，你打哭声进来，你打啥给？弟弟不要，不要死掉。他讲什么？跟护士阿姨讲什么？要跟他讲什么？好了咯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OK， 医生这边等你啊，跟他讲，给他看。弟弟怎么样啊？看我一些，会痛吗？都没有痛，不会痛啊、哦。没事哦。带回家了。